来看看一路上遇到的小可爱们。在腼吃什腆么熊呀？小可爱，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呀？给你吃个糖好吧？别哭了，我给你吃个糖。高冷熊小可爱。Hello。这鱼是不是啊？你把它抓出来吧。怎么样啊？要不要？好吃的东西啊。怎么样？不能接受陌生人的吃的。顺牛星小可爱。你也很帅啊。那次你上山后啊不杀你你就能哥哥这么浪漫的在那儿啊就。